珍，今天是果果的生日哎，我们一起给他一个惊喜吧。把门关上，不能让他知道。他又听不到。我们要趁果果生气躲起来先。我去叫他过来。我们家谁最不爱惜的？果果啊，你又脏又臭啊。真的生气躲起来了，果果躲起来了，快点把我们的惊喜拿出来。今天是果果陪伴我们六周年啦，生日快乐，谢谢你的陪伴。小狗狗的快乐多简单，橘子爸爸。把什么带过来？我家狗奇奇怪怪的性格，喊它吃饭时非要躲着我，到饭点没有准时喂它，就一直提醒着我。紫薯鸡肉饼、梅粉、蔬菜冻干，吃吧。选一下要哪个？全部都要。要哪个？选一下。就这个吧。吃吧。帮忙擦嘴巴。好，滚去了。